好像我这件衣服啊，是我都是在美国买的，然后其实你知道吗？而且它背后是这样子哦，其实它背后就是非常的好看，这站在星空下，然后对，然后会要闪闪发亮，然后但是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细看它的，等一下看另外一拍，其实它的 size 是零号，但是其实我本身应该穿二号到四，可以穿看看吗？我应该是私家穿得下，我应该是私家穿得下，三二我都很惊，对，但是我那时候在试穿，你现在拿着我就觉得它应该不是你的 size。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在冬天，然后冬天可能就热热这样冷缩关系，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瘦。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瘦。你当场有试穿过吗？我那时候有一试穿，但是我是很努力，就是吸着就是肚子，然后这样穿，我就觉得，哎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变瘦吧。反正也许反正就是对，反正才几号，应该还 OK 吧。所以我那时候一买了这件衣服，但是其实买到现在就都还没穿过。然后另外一件也是，可是这件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然后另外一件。完全是这样的，真的。然后另外一件也是，其实这件也是非常美，但是我也是硬上，它其实还没拆，我还没拆，我买到上拆。它其实这边呢是这样吊着的，然后背后这一件你穿得下？对呀，我也是，就是硬吃的一下，不，这可以穿这么大，没有。然后它这边是一个吊。吊坠这样下，然后那时候也是本来也在犹豫，因为试穿完之后其实有一点点紧，就必须可能要节食或干嘛。但是因为店员也是说，哦，就只剩下这么一件了，你就一听到就是这么一件，然后就觉得哈，然后又这么讲说，你看这个垂坠很漂亮，然后钻石很漂亮，很闪亮，就觉得哦，好啊，好吧，然后就卡就拿出来。但是这两件都还没穿过。我们不是浪费，在那一刻我们真心觉得我们会变瘦，是的，这一件一定会，让我希望，让我希望，不能放弃。你可以去他们都有。直播嘛，一起卖好，一起卖，对，发起来，真的。但是你超小件的衣服卖哦，那你希望那么穿得进去吗？然后买最大号，买更多，买更多这样。买衣服还可以买这个变瘦的希望，多好。对啊。